这首歌是后来美国的官员。美元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坚硬水杯，无声又无息，消失在手里，转眼停落资本家口袋里。我无力抓住，特别是花心是我，想美元想到无法停工，恨不得立即朝美元狂奔去，大声告诉美元。世界多情也不可惜，我愿。